李易峰称，我愿和任何女星拍吻戏，但除了赵丽颖，赵丽颖只回四个字。大家都知道赵丽颖是农村出来的，当时参加选秀只是为了去城市发展，但却意外进了娱乐圈。刚开始的赵丽颖一直都演路人甲，跑了有七年的龙套，可就是她的坚持下，她现在终于红了。说到李易峰和赵丽颖是很多网友大喊的 CP， 毕竟赵丽颖出道那么久，却从来没有传过绯闻。不过她在电视剧中倒是有很多感情戏，所以吻戏也必定少不了，例如错点鸳鸯、彬彬来了、胭脂名噪一时的楚乔传。但是李易峰也跟赵丽颖合作过很多感情戏，但是却没有吻戏。李易峰面对质疑也表示，任何女明星都可以拍吻戏，但就是不愿意和赵丽颖拍吻戏。大家疑惑的时候，赵丽颖解释，导演不让，瞬间暴露了什么？赵丽颖真实诚，因为剧情不需要，导演没法拍啊。说真的，李易峰和赵丽颖，你们觉得配不配啊？